232，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莲池海会。
其中多有一生不出，其书生多非是成书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舍利弗，不可以超生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。若有善男子善女的闻说阿弥陀。
四通法师，神咒加持法师师，不施恶杀众有情，愿解八难受简单，速得有名胜净土，皈依三宝化菩提，究竟得成无上道，功德无边尽未来。一切有心通法师，神咒加持感无随，不施恶杀众不昏，愿解八难受简单，速得有名胜净土，皈依三宝化菩提，究竟得成无上道，功德无边尽未来。一切
Oh.
子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做一个三宝弟子就要护持三宝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多照佛像，代表佛陀的身体。第二个呢，护持佛陀的口业，那我们要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。第三个，护持佛陀的心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舍利塔、佛塔、转经轮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、小型的转经轮、大小的舍利塔，来放置在任何地方，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、佛陀的心，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。阿弥陀佛。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，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，庄严世界，净化人心。欢迎护持佛像、经典、舍利塔制作。划拨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运。